这是烧鸭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个鸭子，鸭子，白斩鸭，这个牛肉，白斩鸭，白斩鸭，白切，白切，不对，白切鸭。我来块这个吧。好好好的，也告诉他们今晚吃柠檬鸭，18.5。多少？18.5。18.5，好嘞。这是盐味的啊，甜的。这个是柠檬的啊，柠檬的，要柠檬的，说的要柠檬的吧。买了一块，应该是叫什么白切鸭。现在这个肉是有了，是啥主食呢？我想买个烧饼或者是馒头啥的，馍啥的，发现没有啊，不知道吃啥主食啊。转了一圈啊，确实没有卖烧饼，卖馒头了啊，都没有，不知道这买点啥吃啊。洗这一盆衣服啊，大概就是10天呢，每洗一次10天会干，晾出来吧。哎呀，今儿晚就住这儿啊，小公园。大家好，今天吃啊，白切鸭烙面条。哎呀，看这吃美不美啊，能吃带劲不能吃带劲，这吃法估计广西老表没吃过。对海对海对海啊。哎呀，这没有买来馍，也没有买来米，就这地吧，美得很，都好这一口。哎，先对口面。中，这味儿不孬啊。鸭肉味还行，可能我对这个面条对的有点多啊，不是说特别咸。看来天谁饿了啊。这几天逛街，看他们那当地的菜市场，有好几个都是买这鸭子的，生意火爆，看着就馋人的啊！这一买一吃就是怪带劲。这种类似于啥吧，类似于那个
半牙吧，类似于半牙，就是它跳出来这个料汁儿，或者酱肉的汁儿味道不一样。这期视频就到这儿，朋友们，不拍了，一会儿给大伙儿们喷一喷，开一会儿直播，这吃猪喷猪，哎，喷猪吃猪，拜拜，朋友们啊，不拍了啊。